hit. I've been hit. Requesting help. Requesting help. I've been hit. I've been hit. Requesting help. Requesting help. I've been hit. Requesting help. See ya. Let it go, you bastards!
七爷。太君，帽儿岭的齐阎王是个悍匪，只有请高手才能把人救出来。我知道一个。师姐，刺杀芷江商会会长，这个罪名不死才怪呢。他跟你有什么仇啊？温国义操控严家，致使几十家商户倾家荡产，死不足惜罢了。商家出钱买他的命，我出钱买你的命，你怎么报答我呀？命是你买的，你说了算。好，帮我找个人。什么人？美国人。事成之后，100两黄金酬谢。我人手不够，我需要找人。老王，这小子跑了一年多，被你给抓到了啊！上前。好说，兄弟们，给阿旺拿20串大洋。是。事成之后，黄金100两，如果你想赚的话，我们就一起。就我们两个人？这事儿不容易，我需要再找一个。请坐。这两位，看，阿旺、雷双喜，就你们三个。说吧，美国人在哪儿？帽儿岭。帽儿岭，芷江大土匪七阎王，美国人就在他手里，你们能找到吗？这个不用你管。为什么救他？当然是为了钱。哎，谁给赏钱啊？这个不用你们知道。如果是七阎王的话，我需要再加40两。钱不是问题，
理由呢？我需要再找一个人。丑话说在前面，我只要活的。好，一言为定。什么时候动身？等我把人找齐了吧。局长，王八蛋，你搞得老子头上来了啊！我要把你的皮一层一层的扒下来，带走。哎，兄弟们，怎么了？哎，兄弟们有话好说啊！哎，局长，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您就放了我呗，我下回不敢了。局长，您有话好好说嘛，咱别动刀子行吗？你尝尝被阉的感觉。局长。局长，我求你了，局长，局长，局长！等等，局长，把他交给我，咱俩做笔买卖，我给你一笔钱。杀了他就像杀了一条狗一样，可是你把他交给我，就可以得到一两沉甸甸的黄金。一两？哼，五两。成交。哎，你要那个王八蛋有什么用？他也睡了别人的老婆，有人出价了。哦，谢谢啊，兄弟。等兄弟我有钱了，一定报答你的大恩大德。哎，你怎么称呼啊？我们之前见过吗？我叫李多福，多子多福的意思。哎，你兄弟你贵姓啊？兄弟你贵姓啊？闭嘴。哎，好。我就知道有贵人相助，原来是你呀，大哥。哎呀。等一下，你确定要带最后嫁的这个人？他除了喜欢女人之外，没有别的毛病，而且在芷江用炸弹，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最关键的是，他活着从帽儿岭逃出来。为什么不骑马去帽儿岭？马匹在树林里目标太大，所以我们准备徒步进山，出了芷江山口见。按照约定，钱我给你带来了，每人先拿10两定金，剩下的人到付款。徐阎王到底有多少人？不清楚。嘿嘿，还有个事儿。嗯，美国人能听懂我说的话吗？这个我帮你们想好了。米林。嗨，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韩美玲小姐，你们的英文翻译。各位好。怎么是个女的呀？眼下会说英文的不好找，再说了，时间紧迫。这放心吧，我不会拖累你们的，一切都听你们的。这个时辰该进山了。是啊，该进山了。猫儿岭，德福，怎么回事？什么情况？快到鬼门关了。鬼门关？鬼门关是进山的必经之路。过去国军守备队小脚面七叶王，结果几次都死在鬼门关了。只有过了鬼门关，才能看见帽岭。七叶王的山寨谁都找不到，山里地形复杂，很容易把人绕晕。而且每条道上都有突围把守，就算闯进去，也没有几个人能活着出来。你进去过吗？进去过。而且没被发现，别怕，韩小姐，我会保护你的。都小心点，千万别弄出声响，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多夫，有把握吗？我保证把你们带到帽岭。韩小姐，我会出发。哥，我离着枪和炸药就完了。离开女人你也完了，你可得保护好韩小姐。韩小姐，好身手啊！关键时候防身，不被男人欺负。
德福，哎，带路，哎，继续前进。发现刚刚经过的脚印有多少人？不到十人，根据脚印判断，应该是刚过去不久。方向呢？和我们一样。是七阎王的人吗？这个不好判断了。这样，阿旺，你去前面探路，天黑之前我们会在死人谷安营扎寨，到时候你去那儿跟我们会合。嗯。小心啊！大家都跟紧，走。好。我觉得我们离七阎王应该很近了。从现在开始，任何人的行动都要格外小心，要加强警戒。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擅自行动。喜子，哎，值第一班。好，小心点啊。哎，稍后啊。哎，这有十两吗？数你那五两，你还要吗？这得我认。
多福啊，哎，离那个女人远点。啊？我们搞不清她什么来路，哎，别给我添麻烦。哎，明白，我替你看着她。大哥，啊，这袁三儿肯定是拿了大头。我们为什么不找到美国人以后直接跟买家交易？这样，咱还能多赚点，你说是不是？你这辈子不是只想赚这一笔钱吧，大哥？啊，大哥，前面好像有土匪岗哨，有多少人？好像七八个，啊，就在下一个隘口，离这不远。在这儿。离七阎王越来越近了。没错。能绕过去吗？不能。能，我知道有条小路。快说。哎，在这儿。啊，多福。哎，是从这儿下去吗？对，下去就能绕到他们的后面了。喜子，在。上绳子。是。你怎么知道这条路的？因为我是从七阎王那出来的。姑娘，身手不错嘛。是吗？谢谢。这姑娘不是简单的主。放心，我心里有数。多福，哎，离七阎王还有多远？最多五里。好，这样。你带路，啊，我呀。还有你，韩小姐。哎，那行。接着。哎，好嘞。子弹有限，节省点用。好，明白。记着，我们是来救人的，不是来杀人的。哼，出发。好。慢点啊！从前面走就快到七阎王的寨子，你放心，我会保护你的。走，走。大哥，怎么让他们带路啊？你不相信我？兄弟，因为我相信你，所以才让他们去的。走。
喜子，来了，快点，跟上。哎。胆子够大呀！东西干什么用的？我是进山炸野猪的，迷路了。兄弟们，给个面子。大哥，这个给兄弟们买烟抽，啊。闯进猫耳岭炸野猪？对对对。哎，你骗谁呢？不是，说干什么呢？大哥，我真不骗你，撒谎我是你孙子，真的。炸野猪？带个娘们干什么？啊，她是我媳妇儿，非得跟来。你说你，她是你男人吗？不是。媚玲，你咋这样呢？啊！你说你把我从我男人那儿骗过来，说要享清福，结果就躲在这深山老林里，窝囊废。你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说800遍，你也是窝囊废。哎，要不是你哭着喊着要跟我走。我他妈能带你出来吗？你别自作多情了，你上辈子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才跟了你。我宰了你！呀！哎呀！帮个忙，带我去七阎王的寨子。你们是怎么进来的？压了压了，买大压大，买小压小。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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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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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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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了！慌什么？慢慢说。金牙被人给黑了，快出去看看吧。怎么会这么多人？放心，有我保护你呢。都听着，西边对着寨门有2挺机关枪。我从哪儿能进寨子？快说。前面肯定进不去。美国人在哪儿？你说的是那个飞行员？什么？你说那美国人是飞行员？嗯。他是跳伞下来的。行了，我不管他是什么人，你就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在七阎王住处的旁边，门口还有人把守。
齐阎王住处在哪儿？老五老齐。是。退炮。是。看，宅子里边有情况，他知道我们来了。你们是什么人啊？七爷可不是好惹的。让他把寨子的地形仔仔细细的给我画出来。是。快。我们已经接近山寨。准备战斗。嗨。现在在这儿，七眼王在这儿，我们要想办法进去。但从目前的形势看，他肯定知道我们来了，强攻是不可能。只有想办法潜入山寨，救出那个美国人。土匪人多，怎么救？他们已经开始戒备了，我们这么进去，很容易被发现。声东击西，杜甫，哎，你能控制炸弹的时间吗？能。好，我要让他们感觉到我们来的是一支军队。喜子，韩小姐，你们跟我一组。记住，炸药放的一定要分散，想办法制造混乱，吸引七眼王的注意。然后趁他们混乱的时候，把那个美国人带出来。如果一切顺利，找到那个美国人的话，就动手救人。从后面小路翻墙进山寨，美玲负责吸引美国人的看守，掩护双喜行动。阿旺和多夫去安装炸药。站住！你什么人？兄弟，七爷让我捎个话。你谁啊 ？I am translator of Mr. Qi. My name is Han Meiling. 啥？啥意思啊？我叫韩美玲，是七爷找来的翻译。翻译？我怎么没见过你？七爷的事儿，难道你都知道吗？七爷说什么了？我得给美国人捎个话，得当面跟他讲。啊！有五个人从寨子后面进去了，他们是找美国人的。开大门，所有人跟我走。
起来。Who the hell are you? We're here to rescue you. Please come with us as soon as possible. Who are you? Folks, listen to me. This is not important. What's important is you must come with us right now. You are in danger. I'm not going anywhere without Mr. Chi. 他不肯走，他说要等齐阎王回来。我不管你因为什么原因，现在必须马上跟我走，给我翻译。Miss Fox, you have to go with him right now. Mr. Chi, help me! Help me! 这位兄弟，你这是要带我朋友去哪儿啊？怎么办？看来等不了天黑了。你们的枪不错，说说吧，什么来路？钱路。钱路？谁出的钱？一个朋友。朋友也该有个名字吧？这是规矩，你懂。我们也可以谈谈价钱。价钱？他值多少钱？你很值钱吗？跟他说，你我什么关系？兄弟 ，brothers， 兄弟。听到了吧，我们是兄弟，我是不会把他交给你们的。你们现在要告诉我，你们还有两个弟兄，他们在哪儿？你现在就去点炸药，看能不能趁乱把大哥他们救出来。就咱俩？那你说还有谁啊？没有。那就按我说的办。实话告诉你们，这位福克斯先生，谁也别想带走。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跟鬼子过不去，而我七阎王也跟鬼子过不去，就这么简单。没想到七爷，你也开始抗日了。这是他们鬼子给我留下的，只要跟鬼子过不去的人，就都是我的朋友。给我打！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是什么人不重要，我只要这个美国人。你放了他，让他跟我走。那你就问问他，看他会不会跟你们走。韩小姐 ，Please follow us. He is going to shoot him. Okay, I'll go with you, but please, don't shoot him. 他说可以跟我们走，但是不能伤害他。Fox。顶不住了，弟兄们，抄家伙上！行，既然打鬼子，算我没法。好，兄弟们，上！
谢谢。 God bless you. 仔细上锁。来来来，我得把蓝鞋山药用上。 Hey, what's wrong? You okay? 他问你怎么样了。我没事，这边，走。 Come. 加快速度，甩掉鬼子，走，出发！别动！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 你要干什么呀？大哥，你们不能带他走。别动！你让我加入你们之后，小鬼子就把我的老婆和孩子都抓起来了。如果不给他们带路的话。 我的老婆和孩子都得死，都得死！喜子，站住！大哥，你别逼我！你就算把这个美国人带回去。 你的老婆孩子能活吗？如果不给他们带路的话，那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大哥，兄弟，对不住你了。狗汉奸！喜子，你他妈！
疯了！咱们兄弟一场，我对不住大家。前面兵分两路，追！还有子弹吗？没了。拼了！周海军，我们只要美国人，你们可以走。老包，我在。老福，在。大哥。也算我一个。杀！这什么人啊，大哥？是接应我们的人。接应？是。那那边怎么打起来了？那是我们的队伍在阻击日军，掩护我们护送美国飞行员撤退。你们是？南下支队驻子江前委作战参谋于福胜，侦察参谋韩美玲。我们是共产党。刚刚得到情报，袁三爷营救的跳伞受伤的美国飞行员现在在医院救治。他的管家是汉奸，袁三爷和飞行员现在很危险，日军即将进攻芷江，为了不暴露我们的武装实力，组织上命令，立刻组织营救。是。等一下，袁三爷也是共产党？是，这是袁三爷营救的第五个美国飞行员。袁三爷对我有恩，算我一个。阿旺，没问题。多福，大哥你放心吧，我会好好保护韩小姐的。小心！喜子，喜子，我去告诉秦王。是狗汉奸，大哥，照顾好我的家人。喜子，喜子，喜子！
见我。是太君，我看见他带着箱子，那肯定是要跑啊。医院有什么发现？他去医院干什么？应该是去见什么人。于和煦，于和煦，袁先生。嘘，我们今天晚上就离开，这里很危险的。你能听懂我说的话吗？离开。对，今天晚上我就开车过来接你。马上封锁医院，全面搜查。是。是你们，三爷，管家是汉奸，岳汉逊要立刻转移出芷江城。他人在哪儿啊？芷江医院。你们带袁勋先走，一会儿我们城门会合。这好，那通行证没问题吧？有这个没问题。快，好，我们城门见，出发。路上都注意安全。不太放心，我去接严三爷。喂喂，干什么的？检查一下。哎，过来，走。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下一个。哎，你干什么呢？来，站住！好，拜拜。好，等着。啊，局长，东西都在这儿。
袁三爷，爽快啊！这是你的通行证，拿好。好。嗯，谢谢。袁三爷也是共产党？是，这是袁三爷营救的第五个美国飞行员。大哥，袁三爷呢？三爷被人出卖了，快走。不可能离开芝江。那个美国人在哪儿？我不懂你说的话。大姐。刘医生，三爷，我实在撑不住了。刘医生，三爷，对不起。这个人你认识吧？我们即将全面进攻芷江机场，所有通向外面的道路彻底被封锁，他们是没有机会离开芷江地界的。老先生，你帮我们把那个美国人找出来可以吗？肯定是那个警察局长把袁三爷出卖给鬼子了，这王八蛋！带着约翰逊，我们没法去救袁三爷。事儿从那儿开始的，就从那儿结束。喝喝喝喝喝！来喽，各位爷，请吃砂锅。又是你，找死啊你！别动，放下，别动。
你，哎，别紧张啊，帮个忙。好，你说。你呢，要是敢跟我耍花招，下次我让你全家都吃这个。好，说。带我出城。好，好，好。送我太太回娘家。进来。从这儿一直走，就是芷江机场。Thank you。阿娃，嗯，你受伤了，跟韩小姐他们一起走。好了，出发了。他们要用这个美国人来交换袁三爷。太君，这肯定是个陷阱，你千万不能相信呢。不，我倒想试试。希望你带袁三爷过去。什么？太君，那我去，他肯定是个死啊。金，我会派人保护你。如果他们发现有日军，就会取消这次交易。太君，我这个美国人对我们极其重要，我们只有找到他，才能知道芷江机场的部署情况。信，你应该帮助大日本皇军完成这个任务。局长，知道什么叫风水轮流转吗？别动啊，会炸的。袁三爷，我给你带过来了。美国人呢？你让他下车走过来。美国人负伤了，走不动。你先把袁三爷放了，我让你带走美国人。你别给我耍花样啊啊！
三爷。美玲，好，阿旺，袁三爷，美玲，三爷，好，你们都是好样的。